南投县国姓乡公所为了本大家看到眼前三级古迹农民桥韩国古迹的艺术气氛，批批提120年图是编了200万元的经费来打造农民桥人气艺术公路，全部正式点灯，希望打破阿姆斯特的灯光美感，来打造一个为上大家意料的素材，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石桥花廊点亮特征，国姓乡人天生的古迹农民桥真是点出安布石头的正面照片。不管对内国土来欣赏，做法如木相款的精。用公所讲，立牌广隆计划得到文化局的支持，将这本路桥展现新的特色。这次由国姓公所他投资了200万来做这个光廊，那让整个这个古迹呢，它在夜空下呢，能够展现一个科技的一个美感。光廊总还又衬托不同的一个风貌，有别于白天的一个情境，所以说主要就是按你想法。国姓乡北港村是乡都观光产业最好的，尤其是商业发展的当好，不过安布石头发展相对受到限制，所以乡公所特别打造农民桥亮点，希望是提供游客更加舒适的休闲场所。景点呢，把它打光，那造就农民桥呢，它晚上我们吸引游客，或者是吸引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爱好赏文化古迹的人，因希望吼来，因咧游客来入去待以后吼，安埔头有所采火行，哦，你啊个桥三级古迹非常的强。农民桥休闲农业起工，由水保局南投分局推出。农民桥人气不结合人工水车，同时每些行道伙伴选的铺土，变作被公开亲近的艺术工农，为地方观光产业带来新的机会。刚刚新闻李鹏奇南投报道。